好了，下面呢，我们看这个图片水印。图片水印首先呢，就是再打开一个图，打开一个图以后，传上去以后呢，再来一个图，把这个图啊，就是把这个图放到这个图片上。它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原理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我一说你们都会了啊，说完以后你们自己都会写了。好了，打开。这儿有两个图啊，咱们这个是原图，这是原图啊。你怎么图片水怎么做呢？将这个图复制一下，复制完了往这个上面一粘就好了，就是原理。这是很简单吗？啊，就是将这个图嘛，打开两个图就会吧。Image create from GPG 打开两个图了嘛，打开两次不就打开两个了吗？然后把一张图它复制一下，复制往这个上面一粘就好了。那直接用这个吧，这个。那怎么复制怎么粘呢？ Image copy 嘛。copy。Image copy 就是 Image copy 就行了，就可以了。啊，就用这个 copy 往上一粘嘛。啊，来，那我们试一试。这个是丛敏明，点右键，创建一个七杠 demo， 以 image copy 拿过来 ，Ctrl 加 C， desert 是目标图，目标的意思 ，resource。这个单词学过吧 ？SRC 有没有学过？学过嘛 ？SRC 就是 source 的缩写吧？哎，这个你们应该学过 image 嘛？这个 image 这是不是一个 SRC 路径 ？SRC 是什么单词缩写啊？是 source S O U R C source 是个圆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圆。desert 这是一个目标，这两个图哪个是目标？大图是目标，小图是目标啊？大图是目标，把小的图把拷贝大图上去嘛？小图拷贝大图上去，这是目标吧？怎么把这小图复制一下拷到大屏上去？复制哪个是复制小图的吧？把小图复制一下拷贝到大图上去，啊，所以哪个是目标呢？小图是大图是目标，小图，原图，目标图，这是原图，就是你那个 water 嘛。Water 是原图，把原图复制一下，拷贝到目标图上去嘛。Desert 开始 ，desert 话就从你从哪开始粘 ？Desert，DST 就 desert 就从哪开始粘？你在这从哪开始？从这开始粘吗？从这开始粘？从哪开始粘？听明白是吧？你从哪开始粘 ？XY， 从哪开始粘 ？Source X，Source Y， 这怎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复制的时候从哪开始复制？现在我复制是不是从哪开始复制啊？是不是从这个零零点开始复制的？你可会从哪开始复制啊？就复制这么从那到这个点开始复制，只复制这么宽，复制这么高，那你可以就复制这么多的，复制完就这么多，你把这么多拷贝走也可以啊，听明白是吧？但一般来说，我复制什么可能从零零点零零原点开始复制，多宽，复制多高，一般来说，但你也可以什么呢？你也可以从这开始复制，啊，复制多宽呢？就复制这么宽，复制这么高，也是可以的，啊，也是可以的。写一写，是步骤来说，第一步干什么？打开图片是吧？打开原图，打开目标图，将原图复制到目标图上是吧？第一步，打开原图。第二步，打开目标图。第三步，将原图复制到目标图上。好了，原图是 SRC image。SRC image 是什么呢 ？Image create from JPEG。
三千公尺，咱们来记下 water 点 JPG。三千公尺到了 desert， desert image create from JPG。三千公尺下 face 点 JPG， 啊。好了，那么下面到了下面是 image copy。说这个谁呀 ？Desert 目标图，第一个是目标图，第二个是原图。啊，好了，从哪儿开始粘呢？从哪儿开始粘？这个我这样吧，我先把粘这儿来。从哪儿开始？这是 Y， 这是 Y， 从哪儿开始？原图从哪开始？从哪开始拷贝呢？一般来说，我们都从00开始拷贝。从00开始拷贝。拷贝多宽？拷贝多高呢？宽高一般来说，你有多宽我就拷贝多宽，你有多高就拷贝多高。把整个图啊都拿过去，做那个就是图片水印。那我这儿写个说 ，dollar src 宽度 ，src 宽等于 image sx dollar 是原图 src。Image， 到了 SRC 高度等于 Image SY， 到了 SRC Image， 这叫 C， 这叫 V， 这叫 C， 这叫 V。好了，就粘上去了。啊，粘哪儿去啊？粘哪儿去？粘我们先粘到零零点吧。我们先粘到零零点。完了以后，显示。显示这个水印图 ，image header image 是 content type image JPEG image JPEG dollar 哪个呀？目标图，把你们招上来了吗？把目标图给我显示一下。好，运行一下，走吧。哎，第七个，header con content type content 十一行的分号，十一行啊，在这儿。好，零零点。你要显示中间那下你自己去剪呗，右下角那就是剪去什么呢？剪去个 image sx 是 dollar src image， 剪去一个 image y src image， 这样就放哪儿去了？哎。哦，原这是，目标图，剪去原图。哎，这啥意思啊？刷新一下。是不是考错了？宽度，哦，不，咱们写错了。咱们写错了，在这儿 ，image sx desert 这叫 c， 这个减去什么呢？这叫 c， 减它 ，dollar desert image 减去一个。好，走，右下角是吧？不可以。这是没的。
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要下雨了。让 C 啊，害怕。打开原图，打开目标图，然后呢，目标图后面是目标图的这个 X 轴，就是开始。开始粘贴的位置啊，开始粘贴的 X， 让 C， 开始粘贴的 Y。好了，那么这是什么原图的宽度啊，原图的高度，一边去拷贝。我们说了这个拷贝啊，你可以干什么，你可以从00年的拷贝所有的，你也可以什么拷贝一部分，这也是可以的啊，这也是可以的，拷贝一部分啊。我那个听诊器，我给它听诊是不是有肺结核，可能得肺炎了，这个